离开地球表面。如果你的飞船在太空迷航，唯一能联系到空间站的密码只有一首歌。当然希望这首歌有中国文化的符号为代表了。砰，一个巨大的烟花出现，空中一个抱拳礼的一个形态，就是告诉这个基地我的位置。就我们中国不是刚刚发射了神舟十二号吗？如果我们是在太空上面迷航了，然后神舟十二号就来接我们，然后我们就给他唱离开地球表面。借这首歌的机会来表达一下我们对国家的感情，对国家的热爱。中国魂，中国人，想表达中国文化的东西，只有民族的东西才能走向世界，才是世界的。我觉得我们团队目前状态非常不错，团队融合好，唯一最大的问题就是唱歌的部分。预备，一二三，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畏惧自己一秒。不用使劲往上冲。好的，好的，对， okay、咱们再唱一下这儿啊。好，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。不是不是，直就现在歌之前唱的是。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。但是我们现在试一下，就不往下滑。我再也不要，再也不要。还是滑的。我觉得大哥对自己没信心，他老躲。先休息一会儿，喝口水。好了，喝口水。我现在还没找到舞台享受的感觉，因为很多人跟我讲，现场你应该上瘾，应该享受那感觉。我说我脑瓜浆糊一片，头两天我差点要退出了都。当时有想退出了，因为觉得好像观众对我的期望不太高。看向大屏幕，赵文卓哥哥182，张云龙哥哥179，刘丹丹哥哥。我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，因为唱歌跳舞毕竟这个舞台上对我来讲非常陌生。不行，我就撤退吧。卓哥曾经有想过退赛，因为这不是他的领域啊，这是一个音乐节目。如果说你要我去练武术，我肯定是最后一名啊。大哥退赛了，没人造了，就不行，一定不可以。他会保护我们的心灵，他会 respect 我们的 respect， 那我们就一定要去 respect 大哥的全部。首先，我们现在组里面最大的优势，对 hip hop 是在现场非常有煽动性的，对。然后海泉哥可以做到一个全场齐唱的一个效果，然后卓哥的动作是非常非常好看的，对对。然后我觉得卓哥应该放 X Pass， 我觉得也是队长应该在 X Pass 出来，对对对对，把 X Pass 直接变成一个空腹 Pass， 对对，一个空腹 Pass， 功夫那还行，可是因为它是太空，有没有跟太空比较有关的？太极。太极啊，太极，太极会表现，他不一定要在太空，但他的卓哥当时演的那个太极那个也很好。可以帮我们放一下 X part。 这可以快走走这个，咚咚咚咚咚，上哦。大哥还是大哥，服了服了服了。刚才那个就是太长了，因为每个拳术它这个节奏都不一样。哎，如果改嘞？因为 X Pass 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。对，今晚上这样子嘛，我们等一下拿到了伴奏，然后我们到房间里就可以直接更改。可以，那边给我们一个晚上。因为卓哥是个很认真的人，我看到这种武术宗师都是竟然是一个这种态度，其实很影响我的。下面就学一学。卓哥，我得到的一个信息，狗哥和刘聪他们当时都很着急，然后他们希望能够尽快的把 beat 弄出来，能够让卓哥安心。哎呀，
是有跟他们是有表达过这方面的担心，是吗？啊，可能有吧。啊，听了这个，怎么就红了眼眶？是什么感受？啊。大家都会为对方着想啊，这个也就是说，我们五个初次见面所讲的话以和为贵。每个人生不同的经历不同，轨迹不同，聚聚合合啊，都可以成为真朋友。刘聪搬两把椅子吧。好，好。乖乖。哎，吃瓜子吃，大瓜子，这个特别棒。这东西确实停不下来，支持国货。好，三分钟啊。接着来啊，果然没有白吃的。